心沉默如梦偶，四周压迫压迫，坟墓里多难受。虽然很沉，泪虽然诅咒，每刻记得记得，没错了。内心布满暗影，仇恨恶毒欲望愤怒，失去躯干般，做盖棺火葬，渐化做尘土，怨念弥补，狂风吹不倒，是恶火。每夜散落残影，血肉祭祀重生。让你步向痛苦，满身伤痕，眼眸里没情感，已抹去泪痕，不再受困，心已勾破断魂。好，欢迎收睇今集嘅灵异村啦。咁又系村长咧，就同大家讲呢个灵异故事嘅时间啦。嗱，我知道咧，就好多村民就好好嘅，我成日见到阿 Sandra 啦、Sandy 啦、新娘啦，咁啊，好，即系我知道大家成日都喺度嘅。咁有啲咧就系喺度，但系村长我冇打招呼啫。咁我知道大家喺度啊，嘉怡啊，咪大家数唔晒啊。总之我数唔晒，唔好柄我住。咁我知道大家都好好啦，成日喺度即系支持我哋啦。咁今集咧嘅內容咧，嗱，我過往咧我就做直，我唔記得咗我喺呢一度有冇同分享。不過咧，舊嘅村民就一定聽過，聽過咩咧？就係咧我以前咧就講過啦，宮崎駿佢就有好多嘅動畫咧，都係有啲奇幻啊故事喺裏邊嘅。咁啊，講過嘟嘟嘟嘟嘟嘟嗰個啦，係咪？咁仲有。我記得仲有幾個，但今日咧就講另外一個，所以咧就你應該係如果係我節目咧，你哋就未聽過我講呢一樣嘢嘅。點解咧？因為咧就有啲人就話嗱好得意嘅，你記唔記得有好多傳說咧？就係話啲人話阿叮當啦，即係阿作者話阿叮當咧，就其實佢咧臨過身之前咧就好悲觀，即係將個故事咧就其實留有個空間咧。都已经睇到佢系有少少悲观噶啦，咁当然后屘就有人解释咗就话唔系啦，咁但系咧宫崎骏咧，其实咧你如果去仔细睇咧，佢由头到尾咧嗰一啲嘅好出色嘅故事里边咧，系有两个含义嘅。咁点样两个含义法咧？嗱，如果你一个细路仔嘅时候咧，即系我系细个嘅时候啦，睇呢个嘟嘟嘟嘟嘟嘟嘅时候咧，哇就觉得咧系非常之温馨啦，好好睇啦，好开心。但当你大个咗咧，你听到人哋咧解释佢有另一个含义嘅时候咧，你突然之间你打咗冷震，哇！
意思咁深远，原来当时咧，佢同另外一单案件咧，一单凶案咁接近。咁啊，仲有啦，我哋咧除咗咁啊，除咗佢之外咧，其实咧好多嘅人咧，即系日本人咧，画呢啲故事咧，都会用一啲另外嘅含，即系佢哋咧中意玩咧双层面、三层面嘅意思噶。有人话咧，武明咧亦都有恐怖嘅故事背景喺里边嘅。武明有点恐怖故事啊，村长，武明嗰只嘢唔系人类嚟嘅、哦。嗱，系是咁的，原来佢哋咧就系话个含义好远嘅。啊，呢个几，如果佢真系画嗰阵时，佢真系咁谂啊，真系几有意思啦。呢都是传说啦。武明佢哋咧，全部啲人咧，其实咧系因为核战之后咧，嗰啲核辐射咧，整到佢哋咧 K 咗形。变成咗武明咁嘅样，即系话咧，嗰啲咧系未来嘅生物嚟嘅。咁所以你见到啲草咧有几条手咁样飞飞下嗰啲啦吓。咁而唔系啊，有史力加同埋佢个妹啊嘛。咁但系佢哋咪人咁嘅样咯。原来佢哋两个咧系灵魂嚟，系鬼魂嚟嘅，即系已经死咗啦。所以佢哋保持住人嘅样，然后其他所有嘅生物咧都变咗样噶啦。我咁嘅意义就系话，所以提警醒啲人啊，就系咧，所以佢哋其实咧到咗打后咧，嗰啲变晒种啊，武明佢哋咧点解咁温馨啊，咁单纯啊，咁好咧，就系因为经历咗一样咁劲嘅嘢，咁佢哋咪即系要热爱和平咯，要即系个世界就要简单翻咯。但系咧，因为你知阿美噶啦，美奸奸地啊嘛，咁因为佢仲系人嚟噶嘛。吓、啊、咁，即系佢系鬼魂啫，但系佢系人类嘅鬼魂嚟噶嘛，已经死咗嗰阵时，所以佢就蛊惑啦。嗱，我都今日感受好深嘅，点解咧？我头先搭的士就过嚟，咁你知依家非常时期啦，搭的士口罩啊，我制晒头发啊之外咧，就开窗啊嘛。我好难得咧，我觉得啲空气好好啊，哇，咁好空气个天咁干净咁清嘅，点解咧？因为咧有好多工厂咧就冇复工，就未开工。咁我顿时之间就觉得哦，哇！其实即系我谂佢哋都停咗工成个月啦，由过年到而家啦吓。咁啊，当然系好多地方停工啦，只有讲边度啦，冇飘嗰啲雾霾过嚟啊，冇嗰啲尘啊，冇污染咧。哦，哇！原来咧我坐车咧开窗咁舒服。我顿时之间咧就发现我细个嗰阵时搭巴士咧开窗咧都系好舒服嘅喎，系依家咧搭车咧咁辛苦，咁所以咧讲到底今日最重要一个 message 就系咧，我哋咧即系追求科技之余咧，我哋牺牲咗我哋好多嘅嘢，包括咧就是我哋嘅环境污染啦。好啦，即刻我讲翻，喂，咁村长你想讲边套卡通片啊？嗱，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嗰套咧就叫《千与千寻》，咁你就会话啦。千与千寻是一个很科幻的卡通片，很虚幻的，因为千寻就入了个隧道之后，他就顿时之间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很飘啊，这个故事。那有些什么呢？嗱，都市传说里面一开波一讲，就是千与千寻和他爸爸妈妈一经过那个隧道，即要入个隧道之前，那里不是一块红色墙的，其实红色呢就很多人都觉得是代表危险，所以为什么选色是红色呢？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意外，他们已经死了，一家人整家人都死了。千寻去到隧道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当时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他爸爸妈妈是为了这个找个捷径，咁佢本身呢条路唔系佢原本行嘅路嚟噶，系走捷径啊嘛。咁当中咧有冇另外再有嘅深嘅含义咧，就大家自己用想象空间啦。但系因为走捷径咧，就应该系佢发生咗意外，咁所以咧一家就死咗。嗱，入到隧道之后咧，阿千与千寻个身体咧系变咗半透明嘅。嗱，你哋试下咧翻炒下呢套卡通片。当时他就很害怕失缩于一边隧道边，就有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那个男仔，即是很中性化的这个人，就来接他就过去那个村那里嘛。你觉不觉得这个人的角色的设计很特别的，因为那个 男孩子呢就跟他好朋友来的嘛， 很 friend 但是呢那个男孩子呢那个设计呢，我觉得呢有少像一件发财好衫，但有少像天使这样了。
咁当然佢唔系一件发财啦，不过咧嗰、那个角色咧，我觉得佢好忠诚。好啦，佢去到咧一个阿千与千寻入到喺一个咩地方咧，就系、是、一个半夜先营业嗰个城镇。其实呢个城镇咧就系、是、一个鬼城镇嚟嘅。点解会咁样讲咧？因为咧，呢、這个鬼城镇佢个背景咧系江户时代，系咪？我系睇到嗱，你睇到后边啦，江户时代啦。咁仲有啦。你会见到咧，你记唔记得嗰、那个有个招牌，有块布咧就写住个油字。咁如果咧，你而家呢个社会咧，即系而家呢个日本咧，嗰啲逢系去温泉旅馆咧就写个汤字，汤咧就即系热水咁解。咁但系以前咧，原来咧喺江户时代咧就唔系写个汤字嘅，就写个油字嘅，就代表咧系一啲浴场啦吓，即系俾人冲凉嘅地方啦。咁你又会问，咁喺一个浴场咁又点呢？时代唔同咧，想当年嘅浴场咧，其实系风俗场所嚟嘅，冇错，我系简称叫做斗，系啦，咩斗？啄斗啦，系啦。咁点解会咁样讲咧？嗱，首先咧就系咧喺江户时代咧，去浴场嗰度冲凉咧，咁点样同大家形容好咧？公众的浴堂咧，很多数咧都系啲男人咧就去冲凉啦。咁但系其实咧，你记唔记得咧？我哋而家咧啲衰仔咧成日话日本咧希望去咧嗰啲浸温泉咧男女同浴就好啦。依家咧个社会咧即系开始尊重女性咧，就尊重女性就系男女分开浴啦吓、啊。除非你 book 嗰间房咧就系、是、自己有个私人嘅浸浴，咁啊，你哋啊几多个人去浸啊？你哋嘅事啦。咁但系依家普遍嚟讲咧，都系男女分，因为尊重翻个女性，因为始终男性欣赏女性眼光都系唔一样噶嘛。但系以前咧系男女同浴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女性咧，如果良家妇女咧，佢哋就会拣一啲好晨早啊、好朝头早嗰啲地方，即系嗰啲时间咧，或者佢哋咧系静静鸡自己匿埋冲凉嘅，就。不是不去，不过比较少，同埋会约埋一班咧，即系师奶啊、阿妈咁样咧，就系、是、即系尽量避开啦吓。咁、而至于咧，男性咧就比较中意咧晚间嘅时候咧，就去嗰啲浴场嗰度冲凉。咁佢哋去嗰啲浴场嗰度冲凉嘅时候咧，里边咧都会有啲女性嘅、哦。咁至于里边咧系有啲咩女性喺里边咧，其实咧里边当时咧就会有一啲咧妓女啦，系啦，即系可以咁样形容啦，妓女啦，同埋一啲风俗场所咧做嘢嘅女性，咁就会喺个浴场嗰度咧就会一齐浸浴，咁其实喺里边咧就顺便咧就提供埋服务咁啊赚钱嘅，咁样咧呢一种嘅澡堂咧 Unabaru 佢系叫，咁而喺女入边咧做嘢嘅呢一啲嘅女性咧就叫汤女，系啦，即系喺浴场里边嘅女性咁样解啦，咁。你会听到啊，罗马浴场啊，罗马浴场啊唔一样啊，罗马浴场咧，就系、是、男嘅，系啦，呢度咧就系、是、男女嘅 ，OK， 好啦，专门营业呢一种嘅浴场嗰个妈妈神咧，或者老板咧，就叫做 Yubaba 系啦，咁你记唔记得咧喺《千与千寻》入边咧嗰个咧化浓妆担住支烟个样成日巫婆咁嗰个老板娘咧，系啦。咁亦都系咧，汤婆婆嘅意思系啦。咁即系其实咧，表面上冇乜嘢啊，佢只系一个浴场老板娘啫个名。但系其实咧，你睇翻，如果你追溯翻以前江户时代历史咧，呢啲就系我哋所叫嘅妈妈神噶啦。好啦，咁啊，千与千寻咧就被带到去呢一个地方嗰度吓，咁啊变咗古装人啦，又着咗和服啦，咁啊，咁啊掉咗入去就要打工啦。即系其实咧。个隐喻咧就是、踢咗佢入去咧风俗场所嗰度做嘢啦。咁啊，当时咧入到去咧，阿 Yubaba 即系嗰个妈妈神咧，就改咗佢个名字叫小千，因为佢系叫做嗰个系哇嗰、那个汉、那個、字咩镬野千寻系嘛？咁因为佢嗰个日文个汉字我都冇乜点见过。咁但系咧。总之佢名叫千寻啦，咁但系咧佢当时咧就俾个花名佢就叫小千，咁点解要咁咧？其实咧你会发觉咧喺日本咧所有风俗嘅场所啦，包括 A.V. 女优咧，
都有个别名俾佢嘅，系唔会用真名嘅。咁、啊、当然，如果你做艺能人都可以改个别名，即系都可以改个艺名嘅。即系总之咧，就系、是、如果逢系一啲呢啲行业咧，佢都会俾个艺名。咁所以咧，当时佢入到呢个场所做嘢咧，就俾咗艺名。咁佢即系一系唔系艺妓，唔系艺人，就即系呢啲啦，系嘛？咁啊，仲有啦，前往咧嗰、那个浴场嘅客人咧，其实代表啲咩咧？就代表咧嫖客、哦。咁点解会咁样讲咧？嗱，你如果你记得呢套戏咧，就系、是、当时咧就会有艘船，嗰艘船咧好似我哋嗰个咩海鲜房啱啱执咗嗰艘船嘅，就泊到埋嚟，跟住然后咧就落咧形形色色好多好似怪物咁嘅人咁样嘅，好精灵啊怪物咁嘅人嘅。嗱，其实咧呢啲咧系代表啲咩咧？系代表腐败咗嘅上流社会嘅人，一啲好阶级啊好有钱嘅人。佢個寓意好深嘅，佢想即係嗰啲咩反醜化呢啲人咧，就用啲怪物咁嘅樣咧，就形容佢嚇。呢都市傳說啊，大家當聽古仔。咁當時咧就係入嚟咧，就第一個客人咧就係成身泥漿大大隻噶嘛，咁就係滿身咧都係啲污糟邋遢嘢，咁啊個個都唔想幫佢擦身，唔想幫佢洗，咁就叫咗阿千尋咧。哎，你去帮佢洗啦咁。阿千层嗰一下个反应都哦打咗突啦。咁阿千层咧就入到浴场咧，就攞个刷咧地拖刷系咁刷佢啦，又帮佢洗啦。嗰只系怪物嚟嘅，好大只。咁但系咧洗洗下之后咧，喺个身度咧就摸到一样嘢。咁嗰样嘢系咩咧？咬心邪，人哋呢个卡片唔会画出肠噶嘛，系咪先？摸到支嘢系真系摸到支嘢，但系咧原来摸到支咧系好似一支咧高尔夫球病或者单车个病咁，总之咧就有支烂铜烂铁咧个病。咁阿千尘咧就好单纯个细路仔啦，喺度同佢冲凉嘅时候咧就摸到有支病，咁支病咁佢就用力去掹，咁啊掹完出嚟之后咧，同埋洗晒污垢之后咧，咁嗰只嘢咧就用，即系佢成身泥浆嚟噶嘛，就融化咗，跟住就变咗一个阿伯个样，好开心咁样咧，笑住咁离开，多谢千尘啦。睇呢套卡通片嘅时候咧，大家都冇谂咁多，觉得。哦，即系嗰啲怪物咧，冲干净凉就走咗啦。但原来背后嘅意义咧，有啲深远嘅，好深好远，唔系个心好远吓。点解咁样讲咢？心邪啲谂啊嘛，依家就心邪啲谂。如果你心邪啲啲咁样谂，掹咗你支病，你就好开心笑，多谢晒，舒服晒啦，解决咗啦就走，系咪心邪？呢个咧系一个咧接近。名誉，但系亦都隐喻嘅一个暗示嚟嘅，即系啲系咪算性暗示咧？少少啦吓。嗱，咁仲有一个咧就冇面男，你记唔记得戴住个面具咁啊好瘦？其实冇面男咧就系代表咧当时呢一啲咧好冇自信啊嘅青年嘅男性。咁啊原型咧冇面男咧嘅原型咧，其实咧佢哋系度住即系呢啲男性嘅性格嚟构造嘅。咁从一开始咧，佢就系企喺个桥边嗰度咧，跟住慢慢，即系好静嘅，成日望住唔出声。跟住后屘咧，就入到去嗰个浴场之后，唔知点样千尋放咗佢入去噶嘛，系咪？呢个冇面男咧，就好似咧周围揾嘢咁样，就永远都唔会满足嘅。跟住就食好多嘢，食。咁佢最后咧就因为咧冇人理佢。咁阿大得阿千尋嚟，佢就纏住阿千尋嘅。咁佢咧就喺纏住千尋嘅時候咧，就不停咁樣食嘢，食到咪自己食到好大隻，變咗隻怪獸咁樣嘅。嗱，大家有冇印象先？冇啊，即係你喺度聽住我呢個咧，就一路咧 fast forward 去睇下呢套卡通片。其實冇面男咧，就代表住咧社會中咧啲年輕嘅男士，佢咧就好寂寞，得唔到慰藉。咁啊，於是咧就渴求住金錢啦、感情啦，好多好多嘢，搲水泡啦，追求一啲咧不切實際嘅嘢啦。其實某程度上咧，好鬼隱喻咗咧一啲社會上面嘅現象嘅。咁到最後咧，呢啲人咧就係會咧去尋求自殺。咁所以点解喺呢个浴场入边嗰啲咧都系鬼魂怪兽咁嘅样？因为佢变咗鬼魂之后咧，咁嗰啲贪婪咧释放唔到啦，咁啊怪物咁嘅样啦。咁啊仲有啦，喺呢个入边都有架电车噶嘛。
其实呢在电车上面的人呢、全部呢都是呢去寻求死亡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千寻和那只无面男呢是啦就一起搭过电车的。咁喺个电车上面咧，所有嘅人咧都系黑影咁样嘅，一个影咁样嘅。其实咧，原来咧车上面嘅人咧，全部都系准备去自杀嘅人，所以咧佢哋嘅心咧就已经死咗，系啦，就比喻咗佢哋带住佢哋嘅躯壳同埋灵魂咧去寻死嘅。所以咧就点解佢哋出现咗呢个黑色半透明嘅状态，亦都代表住咧佢哋咧系对未来咧。毫无这个的希望、啊、这件事呢有少隐喻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要去这个的、那个青木园那个树海呢搭好远车的，真的就是说呢即是有少少隐喻回呢一班人呢好像是去树海那班人搭住好远的车长途跋涉呢但一脸死灰呢去寻死，这样呢这一班人在电车上呢你那個電車上面那些黑影人不會跟大家說話，不會吹水的嘛，因為他一心能尋死，他呢就沒辦法打消這個自殺的念頭，也都呢回不到自己的、生活的世界，這樣有些這樣的寓意。千尋呢當時的車道就看著、哦、這些人為什麼會這樣、啊另外啦，網路上邊咧就有好多人咧都其實咧都係出咗好多好多講關於千與千尋咧唔同嘅再有更多嘅啟示，即係再有更多覺得喎，佢裏邊隱喻咗好多嘢。其實呢套 campaign 咧都幾複雜嘅，隱喻咗好多嘢。你淨係睇下呢張相嗰只豬咁樣係嘛？即係其實裏邊咧千與千尋咧點解咧會個父母啊點解會變咗只豬咧？嗱，佢阿爸阿媽咧就係同佢一齊。啊！發生意外啦，個靈魂啦，得千千人唔係人啫嘛，咁但係佢阿爸阿媽咪變咗豬嘅。嗱，原來咧，佢阿爸阿媽咧慢慢變成豬咧，都係有啲原因嘅，都係隱喻咗嘅，隱喻咗咧真實世界中嘅人類咧貪婪嘅本性。宮崎駿咧就表示咧，八十年代咧，佢想形容八十年代嘅人咧係豬，因為嗰啲人咧就不停咁樣咧就呻啊，經濟唔好啦，呢樣唔好啦，嗰樣唔好啦，咁你會留意一下，一路呻到咧，就算依家今時今日咧，都會講話你哋而家幸福啦，嗰陣時候乜嗰陣時永遠都呻嘅，喂，咁而家樓價爭好遠啊，係咪先？咁啊永遠都呻嘅，咁原來佢咧就有少少想隱喻就係話人咧。即是要安于现状，你不可以成日埋怨，当你埋怨之后个人会钝了会蠢了，因为你不愿意去进步，所以就用猪来形容他们的。咁我觉得哇这套 campaign 好深远、哦。咁究竟呢这套 campaign 佢最终想带一个什么的 message 呢，有人估啦。因为这个千寻呢佢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佢就是说啦，你去到一些逆境，去到不同的地方呢，从中学习生存。你要重新呢 去建立你的友谊，同埋呢你要用个脑想办法去生存落嚟。你想下你去到那个地方是一个你完全陌生，甚至乎是一啲呢风俗场所，咁即係话有坏人嘅地方啦，总之即係话咁啊，唔好咁极端，你唔係一嘢去咗风俗场所。咁但係呢係如果你话对一个十岁细路女嚟讲，栖身咗呢个地方，喂咁你又危险啦，啲人又打主意啦。在一个很逆境的地方呢，就是说千寻呢怎样勇敢想办法令自己生存，努力去学习，用个脑去判断和思考，最终呢就可以逃离逆境的，因为他最后回到去的嘛。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故事呢是非常之深远、啊、不是深远，是很深和很远。那我觉得呢都值得分享的。好了，宫崎骏后面就跟他那个吉卜力的动画嘅人咧，因为有啲人咧就去证实啦，喂，其实你啊呢、这个就冇面男啦吓，系、啊、证实，喂，其实你系咪真系画，系咪真系有隐喻咁？咁当时咧，佢哋咧就话啦，其实嗰个场景咧，佢哋的确咧系根据咧红灯区，即系以前嘅红灯区咧攞出嚟嘅，即系真系画翻个场景嘅。而咧，嗰一啲嘅客人咧，亦都咧系。去尋花問柳嘅貪心嘅客人，係啦，有少少呢種心態嘅。咁所以咧，佢證實咗呢一點，但係其他嘢就冇講啦。
即係佢話啊嗰個場景的確係有吸嗰度少少 idea 咁樣啦。咁所以咧，某程度上有啲人即刻就哇，咁即係其實都係有啲意思，我都係認咗噶咯。咁啊，但無論點都好啦，咁佢背後個原意咧就唔係想踩或者虐待一個人啊嘛。佢如果佢真係如果佢真係有一個咁嘅構想嘅話咧，如果小朋友好得意嘅，如果你小朋友去睇咧，你完全睇唔到呢一邊嘅，淨係覺得好得意啊，一個幻想嘅空間。但係咧，如果你係一個大人咧，你聽完你咁樣睇咧，你睇到另外一個層面，因為我哋喺現實嘅社會度經歷咗好多現實同埋好多失望啊嘛。咁但系原来某程度上咧，再深远第三个意义咧，系全部都系鼓励翻你嘅，系啦，都系个好嘅正面嘅意义。咁所以宫崎骏嘅功夫咧系一流嘅，而当中里边好多灵魂啊鬼怪咧，亦都警醒咗你，即使你死咗，你嘅灵魂都唔会系因为咁样得而释怀。如果你系揸住呢一样嘢，吓死咗啦，或者自杀嗰啲啦，或者你贪婪啦，死咗嘅话咧，你嘅灵魂并不会因为咁样释怀。真正的释怀呢，就是你依家的心态开始了。在这么多个，你问村长，我见过很多宗教，其实很多宗教呢，大宗教呢，都是导人向善的，都是好的。那你会问，那有没有什么宗教是，个意义会深层一点呢？其实呢，佛教，真正的佛教，你不要再去买些不知什么教，即是没去韩国那个。那你如果真正的宗教呢，那个道理呢，要你的心里面去明白呢，其实是不错的，那些是啦，是不是真的要虔诚到跪拜地石个第一啖舐下道门呢？就不是的。我觉得呢，真正呢，就是你明白了道理，自己释怀，最重要自己释怀。好啦，咁呢样嘢最重要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讲完千与千寻呢，我哋讲返呢一啲呢鬼故咯。嗱，呢一件事咧系发生于八十年代，1989年。哎，啱啱千寻就系话想比喻八十年代嗰啲人，咁啊，依家咧就讲翻咧八十年代嘅故事啦。咁呢个故事咧就系、是、要讲翻咧一个咧去应该系新加坡嚟嗰度，我睇佢嗰个解释就系公干嘅一个男士。他就说呢，当时呢他们呢就要住在一个在那里做事。那时亚洲四小龙应该是所以 他说亚洲四小龙的地方，我就估计是新加坡啦。当时呢就他们要去那里做事呢，就有安排他们住宿舍的。那个宿舍呢就那个年代呢就虽然都是有，是应该都有手机的，是不是有大哥大嗰啲啦嘛，應該有啦嘛，但系咧就唔係咁流行啦。咁所以佢哋咧其實咧都係咧打嗰啲電話入錢嗰啲。咁喺佢嘅宿舍咧，走廊最尾嘅地方咧，就有啲好似電話亭，即係有個電話，即係綠色嗰啲入錢嗰啲，即係我估係綠色咋，可能橙色啊。總之有個入錢嘅電話打電話嘅。咁啊，因為咧好多時咧去佢宿舍住嗰啲咧，其實好多咧都係香港人過去。咁啊，所以咧就係、是、如果你揀嗰啲夜晚咧七點八點啊，或者八點零食完飯嗰啲時間咧，咁樣其實就非常之多人嘅，有時仲要排隊添，等打電話翻屋企。咁佢为咗咧，唔想排队咧，咁佢于是就喺个走翻自己房，咁啊等等等等等等到夜啲，系啦，啲人冇咁多啦，咁佢就先至出去打。其实佢打俾边个咧，就打俾佢女朋友。咁啊，佢咧就望到得闲有共出去碌下，因为走廊尾啊嘛。咦？少人喎，冇人咯，咁啊共出去打啦。咁啊有一日咧，就等到好鬼夜，等到成十一点，咁啊。咁佢心開始心急如焚，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未打翻去，咁佢女朋友都等佢噶嘛。咁啊，心急如焚咧，一及到，哎，終於打完啦，人哋就衝出去，就係咧，打電話俾佢女朋友。嗰陣時就已經夜咗，夜咗咧，其實個個都翻曬自己房，得佢一個啫。咁佢當時咧打俾佢女朋友咧，就啊好開心啦，就傾偈啦，又入錢又傾偈啦。咁佢咧就因為佢喺走廊個尾啊嘛，咁前面就有個窗，咁個窗就閂埋咗嘅。咁佢咧就喺个玻璃个反应咧，就望到咧背后咧就有人喺度等、哦。咁等咁点咧？阵间 part two 翻嚟话埋俾你听发生咩事。